足坛球星恋母情节严重，盘点姐弟恋 TOP 10，只要保养好，男友在高考。这句话用在足坛明星另一半身上更加贴切。从劳尔到贝克汉姆，再到当今新星帕瓦尔，让我们一起看看球星们与另一半的年龄差距。 TOP 10，劳尔1977年6月27日赴一岁马曼桑斯，1976年6月23日西班牙前足球运动员劳尔冈萨雷斯与妻子西班牙模特马曼桑斯两人相差一岁。劳尔很爱自己的妻子，劳尔和妻子马曼桑斯。 TOP 9，贝克汉姆1975年5月2日赴一岁维多利亚，1974年4月17日贝克汉姆与维多利亚被誉为金童玉女，两人十分般配，两人相差一岁。贝克汉姆以爱御姐，小贝和维多利亚。 TOP 8，范德法特1983年2月11日见五岁前妻西尔维亚，1978年4月13日和篮球星范德法特和前妻西尔维亚于2005年结婚，西尔维亚比范德法特大五岁，双方2013年离婚，在一起生活了八年，逃过了七年止痒，却逃不过命运。范德法特的现任女友是26岁的荷兰女子手球运动员艾斯特瓦纳。范德法特与前妻希尔维亚。 TOP 7，大卫德赫亚1990年11月7日赴五岁西班牙流行女歌手艾杜内加西亚阿尔马戈罗，1985年12月22日曼联球星大卫德赫亚的女友艾杜内是一名西班牙舞曲流行女歌手兼模特主持人，两人年龄相差五岁，双方关系一直很稳定。大卫德赫亚和女友艾杜内。 TOP 6，帕瓦尔1996年3月28日赴七岁瑞秋，1988年8月31日法国国家队足球运动员帕瓦尔的女友瑞秋是2007年法国小姐，可见其美貌出众。瑞秋曾经结过婚，前夫是法国退役足球运动员贾普埃，两人婚姻仅维持三年，看来这位瑞秋小姐很爱法国足球先生。前夫是足球运动员，现任帕瓦尔也是。帕瓦尔与女友瑞秋。 TOP 5，塞尔吉奥拉莫斯1986年3月30日赴八岁皮拉尔卢比奥，1978年3月17日拉莫斯的老婆是电视台主持人，双方于2012年结婚，育有三子。拉莫斯与皮拉尔。 TOP 4，皮克1987年2月2日赴十岁夏奇拉，1977年2月2日皮克和夏奇拉的恋情不用说，可谓是路人皆知，俊男美女，赏心悦目。皮克和夏奇拉。 TOP 3，兹拉坦伊布拉希莫维奇1981年10月3日赴11岁瑞典模特海伦纳塞格尔，1970年8月25日伊布拉希莫维奇的老婆是海伦娜，海伦娜是一名模特，双方育有两子，伊布与海伦娜。 TOP 2，塞斯克巴布雷加斯1987年5月4日赴12岁丹妮埃拉希曼，1975年6月4日法布雷加斯的老婆是丹妮埃拉，双方刚刚完婚不久。丹妮埃拉此前结过婚，前夫是亿万富翁 Ali Chaktuk。 法布雷加斯与丹妮埃拉。 TOP 1，阿迪尔拉米1985年12月27日赴18岁加拿大演员帕米拉安德森，1967年7月1日51岁的加拿大帕米拉安德森可不一般，之前有三段婚姻，前夫都是娱乐圈人士。拉米刚刚与帕米拉分手，双方关系维持仅一年，虽然帕米拉51岁但仍风韵犹存，以各种原因甩了拉米。拉米与帕米拉